现在看一下微笑 Pasta 动画特效的介绍 VCR。即将在本周上档的偶像剧《微笑 Pasta》，除了有坚强的演员阵容之外，可爱有趣的动画场景更是为戏加分不少。一场王心凌被抛弃、站在十字街头的剧情。这是我们交往第七天，你牵着我有缝制的包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出去，帮我们做情侣娃娃。这不是我的 style， 他才是我的 style。动画看起来还真的有够惨。除此之外，饰演陈小诗的王心凌在剧中更有个人专属的动画设计。啊！不完的王心凌再配上有趣的动画，都将在本周上档的微笑 Pasta 中。完全娱乐吴欣轩独家报道。